两个人是互相的防守，辛特利险些失球，野兽般的进攻，对，哇，很迅速的一波，7-0，就在短短的一分半钟时间。底角的道格没有投进，哎，主要是现在这个勇士上面的五个人，哎，打得很好嘛，也不用做什么调整了，哎。有两个老将在旁边准备要上来，哦，这是一记外线，辛特利。那勇士队在1月7号，当时在洲际这个迷你弹，被对方梦想家投进了19记团队的三分球，像是在林志杰的手上，结果运掉，还好曾文鼎救驾，2秒钟卖到禁区，一个假动作之后晃过得分，时间也到，辛特利的9分。到只有6.5次，哇，将近一半了。对，兵多将广，当然他必须要拿出他的真本事。要，又是一个错配。嗯，哎呦，直接塞进篮筐是 Mike Singletary， 并没有因此而怯战。全力换这个球就不理想了，对，掉到对方的口袋。吴永胜的球也没抄到，后面的新沃克最终犯规。哇，然后麦跟裁判讲说，在前面早就犯规了。对，第一球罚进，最有破坏力的是布伊德，10场比赛掰掉。辛格特，哇，硬打硬打，野兽般的切入，对，所以都相对增加了。而且这节双方得分都不高，啊。真的是打不进去啊，高度啊，哇，啊，又一个林志杰，林志杰第二次的传球交给了辛特利，哇，有辛特利禁区，哦，噪音终于响起，椅子和空间，辛特利带到前场，剩下13秒，兄弟再给 Mike 掩护之后的外线投射还原颜色，暂停回来了。这节本土球员只有，应该说钱肯尼啊，这也不能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算本土球员，那都算华裔球员，华裔的，华裔的。对。那纯分低于20之后，今天有爆量的演出。对。去年总冠军赛的 MVP， 所以对这个对手他是梦想家单节投进了3记3分球，但今天呢，没有飙起来。对。哎，哦，来架，又是一个拉扯。对。对。不管是洋将打，辛特利这节4罚全中，